持续入春，肠病毒好发季节即将来临。为了让孩子更加了解预防肠病毒的尝试，新竹市卫生局携手了麦当劳叔叔之家慈善基金会举办的一起洗手去校园巡回宣导活动。今天是我们到这个香山国小来宣导我们的洗手的五步骤，那也是呢由我们麦当劳叔叔基金会他们长期以来都是在做许多的公益活动，尤其着重在儿童的这一块。那所以呢，今天很高兴可以看到我们大家大朋友们回忆中的麦当劳叔叔就莅临了我们香山国小，那也亲自的带着我们许多的小朋友们一起来复习湿搓冲捧擦的五步骤。那因为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肠病毒好发的季节快要到来，那尤其又连假的时间，那所以呢其实都非常希望所有的新竹市的小朋友们都可以记得说常常要洗手，那洗手要洗满20秒，这样的话肠病毒的病菌呢才不会残留在手上，那顺着吃饭的时候进入到口中来攻击我们的小朋友们。活动借由歌曲活泼的带动唱以及有奖征答，向孩童宣导正确洗手五步骤以及洗手的五时机，鼓励大家正确洗手，一起向肠病毒说拜拜。平常呢就是会固定在吃饭前也是宣导洗手啊，然后刷牙。那另外我们会在我们学校的所有的洗手台都设置一个香皂袋。新竹市卫生局叮咛民众应该从小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这次新竹市校园肠病毒防治巡回宣导活动也将办理4个场次，后续将会在大庄国小、关埔幼儿园以及华德幼儿园演出，让正确卫生防治观念深植在学童心中。记者简淑琪采访报道。